楚原恩主演新电影男主角搞神秘不公开，哎，等等，他亮默默出现，难道男主角就是他？所以现在有不知道男主角是谁？还不知道，对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在拿到剧本的时候，比较对手是谁，或者是合作的对象是谁，之后会不会心里难免有点紧张？哎，我不会。还好啊，嗯，对。你有希望合作对象会是谁？金城武吧，金城武，对，如果是 Kate 呢？是不是？他不会演戏啊，他还是好好主持好了啦。反正毕竟他现在入围啦。话说这次剧情跟喝酒有关，不知道女生酒量如何？一口到啊，差不多，就整个过程就是喝完四神汤脸红嗨了，就一直笑笑完之后在车上一直嗨，然后一下车就吐，吐完就睡着。就整个过程差不多三分钟吧。我把所有事情放在化妆都不出来。就出在那个摊子那边吗？没有，我是坐在车上就开始晕了，然后一下车就吐。对，那这样可以帮我挡。他也不用帮我挡，因为我就说我不要吐，他也没人敢说，对，没有敢说话，对。那就是比较聪明。对呀，这是我说的，就是本身不会。所以正式找他来说，就才知道他滴酒不沾嘛。不过我们相信他的演技。我自己先关注，啊，你们要练偏重一点哦。啊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你们帮我讲一下。对，他是把这搞吗？不是啦，哎呦。那一天刚好拍到的黄金，对，很 sweet。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嘛。你说提包包？对，提包包真的是提包包，连着。好吧。你说